第一遍选战的时阵，未少候选人拢会推出宣传品。不过，即马彰化煞传出国民党的竞选总部，因送予民众的洗衫球，有一伙人无洗字，全咧食落腹肚底，紧急送病院洗胃。即、這个竞选阵营讲，因拢总是做46万粒洗衫球咧送。虽然顶关是拢有飘洗，不过为着安全，煞来会盖上卫生纸。选举期间，真侪候选人拢会发送竞选小物。彰化县有竞选团队将洗衫球当作是宣传品发送，无想到发生中背误食意外。有民众因为无看清楚包装顶端的字，就是是糖啊食落去，发现无爽快了，赶紧用水落嘴。直接食了。啊，原来安尼。哎。哦，好羞。我怎赶紧去换水安尼来？一个这批洗衫球是彰化县警总家己委制，用于专管家户拜访使用，顶管拢有标注使用的方法，但是为了安全，刷落来会盖上面纸。下一波的家户拜访就不会再送这个文宣了，哈，会送另外的文宣，那也会透过我们的基层组织啊，跟我们的乡亲再一次强调，那个是洗衣球，不是糖果，不可食用，好，让大家不要再误食。李林基督教病院表示，五号有收到两名八旬的中者，因为误食洗衫球就医，经过洗胃治疗观察了后出院。民众若是误食洗衫球，当下应该先排出来，莫灌水，而且马上就医，透过治疗排出体内的质量，清空肠胃道。记者彰化报道。